住了。想撒尿？哎，你当兵时间比我长，你教教我怎么能不紧张？也没啥诀窍，多上几次战场，胆儿就练大了。啊，啊？还多上几次？那不是上一次就报销了呢？你闭嘴！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，我呸呸呸呸呸！呸呸呸呸！赵雨霞，哟，去前面警戒。是。坐吧。石头啊。到。刚才在半道上，我对你态度不好，可那不是针对你。我想你应该知道，这次的任务是绝密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挑的你吗？因为你是个老兵，有打伏击的经验。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把这一仗打好。是啊。你家里头都还……长官，打完仗之后想做点什么？是上军校呢，还是回老家娶媳妇儿？哎，我记得你应该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吧？是，俺也没啥打算，俺就想着等长大完了，俺还跟着龙长官继续在新八旅当兵。都好，这家伙要看住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开。要知道，这是咱们小分队的命根子。是。暴露目标，小心我枪毙你。小鬼子搞什么名堂？停掉哥！
们回来了。怎么，长官？本来呀，咱们想拼死的抢劫，一想啊，这年月手里的没枪，都得挨枪。哎呀，你说这心里不难受？哎，那你还没都得看你，你想还是跟长官打仗了？好样的！注意工作，站住！一直在打炮，可步兵到现在也没有上，也不知道大爷什么意思。大爷的这次行动是有些蹊跷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日军的秋季攻势要一个月以后才开始，所以这次他很有可能是在试探局势。文参谋长有消息？到现在还没有。哎，今儿又来了，我再尿一次啊，帮我看着点。你样子你多嘞，早知道出来就不带着你了。什么情况？その人は我らを騙した。劉少奇は現さなかった。こいつらはお前に任せる。是天皇，上来！
이제대로놓고세会いたい人は子供ではないよね。どういう意味？3年前ここで約束したことは忘れてないよね。もう時間になった。約束を実行しなさい。蘇さんが困らないで芥川さんが来たから降雪した星がいい。うるさい。もう言ったじゃ。すべて調査来てからの話。うるさい。行け。早く。早くしろ。早くしろ。はい。あ。姐。小云。小云。姐。小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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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。小云。小云。我求求你。你一定要是恶的杀你的人，等一下就绝了。Yeah.
全部殺し、逃げろと文献何人連れて応援に来た。我々にとってこの一家は必要ない。全ての出口を封鎖しろ。一人も逃すな。はい、囲まれ。Thank you.
经知道了，我就是您，您只要找的那个人，我什么不说，我罪该万死，我的父母。还有弟弟，他们都死了，还有这些孩子，还有那些学生，石头、龙少卿，你所有的人。都是我杀死的。我跟你说，别说话了。你相信我？日本人一直都不相信我，到最后我才知道，他们甚至派了张伟来监视我，我跟他们做了交易。他们说，只要鲁少卿一死，就把我的父母和弟弟还给我。可是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呢？你是知道的，我这辈子最痛恨的人就是韩姐。你嫁给我，你是在利用我吧？三年呢，三年，你一直在骗我吧？开始，我没有。没有，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我都想好好跟你过日子。你是我最敬重的人，你是好人，我不想骗你。可是，我也爱我的父母和弟弟，失去谁我都活不下去。他们甚至把我父亲的手砍掉，送在我面前。这些都不是，都不是你当汉奸的理由。我知道，这三年我一直活在地狱里，想不告诉你，可是又能怎么样？是让你杀了我，还是让你帮我呢？那个人怎么能拿自己的灵魂去和敌人做交易？你杀了我吧，我一直不知道上帝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究竟所为何事。自从有了战争，我就像是被一只大手推到了深渊里，越陷越深，越来越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我想勾什么我都勾不着，我抓谁我都抓不住。我想抵抗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力气。我信上帝，上帝抛弃了我。我想请你相信我，我爱你。如果有来生，就让我当牛做马。
求你了。这都不怪你啊，你就是一个女人吗？乖乖站着，怪敌人。文轩，给那些冤魂报仇。上的路，他的父亲、母亲还有弟弟都在这儿了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死死地盯着你，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那个十恶不赦的汉奸。可是我错了，我真是太蠢了。心里充满了嫉妒，因为你是他的第一个爱人，对吧？我一直以我自己是一个军人而感到自豪。请上位，你是个真正的巨人，
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答应过你，一旦能够证明你的清白，我要和你推杯换盏，一醉方休。这顿酒算是我欠你的，以后再还行吧。我请求你一件事情，别让我和云小楼在日本人的手里。让我们俩单独待会儿吧。会一直陪着你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不分开。说要注意到这儿，他会派人过来。没派人过来，说明他在等我出现，我让他等。咱们现在形势大好，马上就要大反攻了，咱没必要跟芥川这个狗日的在这死耗去。这不是你的任务，你可以走了。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告诉你，那石头不是你一个人弟兄，也不是一个芥川杀了石头。这个石头跟你这么长时间就没学什么好，要不然不能那么白白送死。干嘛呢？别吵了，你走。好，我走，但我还得劝你一句，这个地儿一开始我就没看好，就你那套，芥川不是没领教过，他不会再白白上来送死。走。走啊！任务没完成，我不能走。那好吧，那你在这儿劝劝他，他这儿受刺激了，走火入魔，再这样下去，早晚得出事儿。走。你也走，跟你一起走。这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不觉得说这种话太幼稚吗？多少钱？大叔真走了？
他不会的。啊，你看，自打石头死了以后啊，咱大少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。老铁，我本想带上啥借船，咱老哥俩就能当英雄。哎，看这意思啊，这回咱老哥俩没选了。接船那狗似的，听到咱们反复击，少爷脑子有病，还跟那傻不咧咧的跟那儿等着。不行，咱不能犯傻。插到喉咙，走，大狗日的！刘寿星他多么刘寿星訓練場で待ち伏せ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か。兵を連れてあそこの工事の状況を見てこい。はい。こっち。注意兵。
想造成你不在这儿的景象。不知道千川天老狐狸能不能上当。别高估那帮畜生。现在这种情绪，咱们集中目标。铁川怕不得你这样呢。我说过要走，你们走。我跟龙掌玩这么长时间，从来没见过他这样。不知道他能不能挺过去。老铁。よそ者は山道で待ち伏せを遭遇した。うちの人は全部殺され、頭がやられ、劉少新の腕前とそっくりだ。やつは本当にここにいないのか。発見したが、人が倒れた痕跡がある。多分来たけど、聞かえなくて帰ったかも。自分で行くの。罠でしたら。本当に危ないです。苔に入らずのは個人はやつ。やつも私も虎のことを思っている。二人とも前に行かないとなれば、誰も虎の子なんてやられやしない。ならば、私が行く。行こう。
杰川的子弹在等着你，你过去也是死。长官，我求你了，要不我们冲出去吧，或许老夫还有救。杰川，下一次吧。这是在打仗，哪还有下一次？再抽一个烟。Thank you.
你跟上。哎，慢一点，你们俩慢一点。哎，我自己来，你去照顾他们。慢点啊，小心。隐蔽隐蔽，有伏击，敌人们掩护。抵抗十分顽强，就算带人卡在那儿，我们过不去，伤亡很大。给你派去了那么多人，你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是干什么去？我告诉你，我再给你一个小时，你要是再拿不下来，就不要来见我。是。报告旅长，我们截获一份电报，日军增援部队到达还有20小时。龙少卿在什么？郭局长，等等，郭县长，旅长，太危险，外面有敌人的狙击手。这算什么？现在是在打仗，什么地方安全？让开，走。白少爷，拐角处那块有点不对劲，你盯着，我让我去看看。捕まった敵の将兵です。どうしますか？目が見えないけど、腕前がすごい。うちの人を結構殺した。你是九王？揭穿多时，王八蛋！金城多时，我杀了你，放开我！金城多时，王八蛋，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回去，回去。柱の標的にさせよ。俺に任せろ。你放开我！早く出て行け！ついて行け！立ってろ！
立てろ、早く行け行け。这样，遥相炮轰，然后你带几个弟兄去引开他们的注意力，我找机会搞过去。连长，你看，连长，你看，你给，你给孙家的。命令を潰した。
少佐、弾薬が足りないんだ。増援部隊あと4時間来るんだ。どうしますか。銃弾を節約しろ。昇進してから撃て。飛ばしますか。お前怖いのか。怖くない。アメリカ大統領、原子爆弾使う命令があった。アメリカの原子爆弾日本に使ったらどんな化け物だ。少佐、もう終わりだ。怖くないの。衛星は永遠に失敗す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。原子爆弾が何なんていうんだ。ヤマト民族の意思を打ち砕くというのだ。はい。少佐、敵狙撃してる。
应该是没打着。不到半个小时了，没时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季晨知道你还活着，你疯了吧你？兄弟，你心里清楚，我这手废了，我干不掉的。总他妈的还有别的办法？是战争啊，老兄，没有选择。兄弟，什么叫共产党？什么叫信仰？懂吗？我从参军入党那天起，我这条命就不是我自己的了。我不是为哪一个人牺牲，是为了咱们这个国家，为了民族，值。兄弟，打掉芥川，解放临河，
信仰的人，走，咱们回家。我曾经如此厌倦大部分战斗中经历的一切，不知道我和我的弟兄牺牲了什么。现在，我和大川一起站在这里。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，我理解了八路军林团长曾经说过的话：作为军人，作为人，区别于侵略者和野兽的是，我们内心深处那份永恒的善。